再划了。化疗期间的话，运动量要适当，轻点。巧的。你能不能放弄好放一点？什么东西？全部正反了，把它搞掉。疼不疼？还好。你这什么能力可以？我给你修点管，来拉的话你再修。手上中了啥也还滑的，我给你包好，不能让它掉了。别的都不怕，腿都不怕，就怕掉了。行。当初的那句话，孩子人生其实不复杂。今天还在老家这个滨州，明天回合肥，今天是在合肥区的安顺路，离周围已经刚好十米，加油，不能停，那么长。